亲爱的，吃点什么？亲爱的，你叫我什么呢你？咱俩什么关系？你这么叫我？别闹！你说我们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真逗！你是我男朋友吗？咱俩好上过吗？可真有意思。不是，我们不是好了有一段时间了吗？嗨，别开玩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老板，点菜。咱俩今天把话说清楚。你们俩就是她男闺蜜吧？你不就是给我发过红包、送过礼物吗？这也叫男女朋友？你可真逗！你这么说，他俩也是我男朋友了。点菜了，就算你是我男朋友，都说点菜了，为什么不点菜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今天喊我过来，应该又是买单的吧？你是不是觉得暧昧成群就特别的有优越感？你是不是觉得不拒绝就可以接受的如此的理所当然？蒋梦涵，你要知道，一块肉呢，身边的苍蝇多了，只能说明它臭了。我伪装得很简单，强悍坦然，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。